文化文。文化問兩代家庭關係父母篇 Deacon 同 Janice 媽媽都傾過好多唔同嘅話題啦，而每個話題咧都會講到作為基督徒點樣去面對呢啲嘅兩代嘅問題嘅。咁呢集開始咧，我哋就想直接傾傾啦，呢一個喺基督徒裏面咧兩代咧喺教會嘅生活咧，好多時父母同年青人嘅仔女咧都有唔同嘅問題，有機會會遇到嘅。首先問一問 Janice 咧，你同你嘅女係咪翻同一間教會嘅咧？以前就是的，咁佢讀咗大學之後咧，咁又咁啱又遇到 pandemic 啦，咁佢就去咗學校嘅嗰個學生團契啦，同埋佢哋有一個小組嘅，咁 so far 就唔係喺埋一齊聚會咯，咁但係我哋而家聚會都係上網嘅，咁我都鼓勵佢，即係如果佢係中意嗰個學生團契嘅時候，佢都可以參與裏邊。嗰啲侍奉咯，咁即系其实即系喺佢可能十几岁开始都有同你翻同一个教会，咁跟住到依家就有唔同啦。咁但系譬如可能你个女喺呢段嘅时间喺年青人嘅阶段啦，有冇同你分享过佢喺教会遇到嘅问题咧？又或者同埋你俾唔俾到一啲嘅答案，又或者安慰俾佢咧？如果佢嗰啲問題係可能比較棘手少少咁樣，係有嘅。佢之前咧同我翻同一間教會嘅時候咧，咁因為佢唔係好參與團契同埋教會層面嗰啲侍奉啦，佢就淨係幫我手去司琴嘅啫。所以咧，唔會有好多好難解決嘅問題。通常咧，我哋透過傾談都係可以解決到嘅。譬如話咧，司琴咧，多數佢俾我嗰啲問題都係關於點樣配合啊，又或者關於佢同同齡人之間嘅嗰啲關係啊，之間發生嘅問題啊，或者矛盾啊，嗰一方面嗰啲嘅問題。譬如話佢幫我哋司琴嘅時候咧，有時即係會覺得係因為我嘅緣故咧，佢先會去到幫手嘅。咁有時咧，咁我哋唱錯咧，會搞到佢手忙腳亂啦，咁樣心情又唔好啦，面色自然都唔好噶啦。咁翻到屋企之後咧，我就會同佢講啦：，咁你係喺度侍奉神啊，你嗰個侍奉咧都係一個向神嘅敬拜嚟嘅。咁所以咧，你要存一個敬畏神嘅心去到侍奉。咁大家彼此合作嘅时候，大家都尽力而为啦。因为侍奉唔系为咗任何人，唔系为咗妈咪啊嘛，咁而系为咗去荣耀神嘅。咁我同佢倾完之后咧，就系、是都好咗好多嘅。即系起码喺嗰个侍奉嘅态度上边系有转变啦。咁佢知道哦，原来自己真系唔系为咗妈咪嘅缘故去到嗰個崇拜裏面去彈詩歌嘅，咁而係咧係為咗係發揮神俾佢嘅恩賜而去到侍奉神嘅。其實你咁樣講嘅時候咧，我好想問到個問題就係、是，即係你都話可能佢你個女最初會喺教會侍奉嘅時候，即係嗰個心態會係因為你啊。而譬如可能佢信主。嘅時候係咪都係因為你佢先至會信主嘅咧？哦，咁唔係嘅，佢係喺嗰個主日學裏邊咧，佢係同嗰個先生主日學嗰個先生去一齊做決志祈禱嘅。咁完全我都唔在場，因為我係唔知道佢決志嘅，所以咧我唔覺得佢信主係同我有啲咩嘅關係咯，我冇逼佢。咁都好嘅，始终即系好多人成日都讲话，其实真系信仰系需要自己去经历噶嘛。系啦。咁我相信就系好感恩嘅，作为妈妈见到个女，即系唔系因为自己先翻教会，系真系佢自己经历到上帝。嗱，其实我哋之前咧都讲过啦，喺可能年青人咧同年长嘅一辈咧。
都嗰個處事方式好唔同嘅、嗯。我哋喺好多唔同嘅話題裏面都講過噶啦、嗯。但係去到教會嘅層面咧，可能有陣時真係、嗯、可能年青人同年長嘅一輩嗰個嘅處事方式啊，都好唔同，有好多分歧嘅，甚至嚴重到一個地步咧。都真的会出现的，就是导致这些的年轻人离开教会。我之前都跟我们做这个的两代家庭关系年轻人篇的时候就谈过，其实有一个真实个案的、嗯、就是有一个年轻人，另外一个男仔来的，他就觉得在教会里面见到一些长辈很假，讲一套做一套，所以他就选择不去教会。嗯，Janice， 你会不会担心个女儿都同样会遇到呢啲嘅情况呢？如果作为家长嘅你、嗯，你又觉得你会点样去处理呢？系啊 ，Dickon， 你讲嗰啲案例咧，其实非常之真实嘅。嗯，其实每一间教会咧都会有咁样嘅咁样嘅人咧，又或者咁样嘅案例啦。咁因为我哋喺教会里边聚集嘅时候咧，教会里边全部都系罪人嚟噶嘛。嗯，咁作為華人嚟講咧，點解會假呢？就係嗰個面子文化，其實係深入人心嘅。咁喺人前嘅時候，一定係有所收斂噶啦，表現得盡善盡美啦。咁若然俾人見到自己最真實嗰一面，我嗰個面子會放唔低啊嘛。咁年青人即係見到佢哋有咁樣嘅表演嘅時候，唔係表演，係表演啊！咁會有睇法嘅喎、哦，因為咧見唔到大人嗰個生命嘅見證啊嘛。咁如果我諗我個女兒如果遇到呢啲問題去尋求我嘅幫助嘅時候咧，咁我會解釋啦，等佢知道啦。呢啲問題嗰個根源啊，其實係喺個人嗰個屬靈生命嘅上邊，當我哋與上帝係有一個親密嘅關係嘅時候咧，首先我哋會認識呢一位創造我哋嘅神啦，同時亦都會認識神所創造嘅我哋自己。咁身為嗰個被造物咧，我哋都係神眼中嘅寶貝嚟嘅。就算我哋身上所體現出嚟嗰啲唔完美啊，正正係體現咗上帝創造嘅嗰個獨特性。咁當我哋願意去正視同埋去接納自己個唔完美嘅時候，同埋真實咁樣面對自己生命裏邊嗰個光景咧，先至可以同神同人去真正相交。嗯，我都成日諗起聖經裏邊。保罗以一个真诚的心呢去面对自己生命里面的光景的，那他就说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嘛。那他说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作。那这一段经文其实对于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来的，我们要时常去到神的面前 去自我反省咯。如果个女系问我呢啲嘅问题嘅时候，我就会同佢讲嗱，呢啲咧就系对于我哋嘅一个借鉴嚟嘅。既然我哋见到有一啲咁嘅人存在嘅时候咧，咁我哋唔好做呢一啲人咯，我哋做嗰、那个效法保罗去自我反省嗰啲人咯。等圣灵去光照我哋嘅时候，咁我哋就会见到自己。心里面又或者思想上面那些污秽呢，那我们会按照神的心意去到求圣灵去洁净他们，那这个才是真正跟随耶稣的一个基督的门徒应该去做的事咯。嗯，其实我很喜欢 Janice 刚才讲话，就是这些的那些所谓假的表现呢 是一种表演、因为其实真系做紧戏咁样嘅，但系咧，点解年青人有阵时候都会见到，喂，点解你咁假噶？因为就系佢嘅表演、表演得差，而好多人，好多人都唔知道自己其实嗰个表演嘅能力系其实麻麻地，咁啊变成演技太差，系啦，变成即系佢哋年青人见到佢哋嘅时候，就系体会到，哦，原来都会
人真係有呢一個嘅弱點嘅，都有軟弱的。嗯，係啦。呢啲嘅軟弱其實我相信就係好似 Janice 所講，我哋需要交翻俾上帝。